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你跳舞了，很美。人是你亲的，嗯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厚着脸皮跟齐王求来的。齐王？嗯？齐王怎么会答应你啊？我和齐王说，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孩子。 他吵着嚷着要在中秋节到月湖赏月，但是，他太害羞了，不想被别人看见。虽然齐王臭骂了我一顿，但看在我第一次求仙的份上，他就准了。齐王是该骂你的。